撞惨出嚟噶嘛？你个人夜妈妈咁嘈，叶云点瞓觉啊？全红婵礼拜四翻乡下，估唔到第一日就已经冇觉好瞓，夜晚十点几都仲有大批民众喺佢屋企楼下聚集。全红婵嘅爷爷都系咁挥手，希望呢班人可以散去。但系下边嘅人群根本无动于衷，个个都继续用手机拍片，明显佢哋系完全唔觉得自己有打扰到全家作息嘅。当全红婵翻翻入屋嘅时候，佢哋都仲好开心咁同佢讲拜拜。原本以为大家会生生性性，点知第二日朝早情况一样，瞓唔好，啲民众又唔听劝，难怪全红婵都有啲黑面。呢次全红婵翻去老家湛江市麻将镇麦合村，引嚟大批民众去到村入边追星。除咗影响全红婵一家，对村入边嘅居民都带嚟唔少滋扰。村支书喺征求村民意见之后，就会喺每晚九点实施封村，尽量唔俾游客打扰到村民休息。